街头文化是一种城市的展现，大城市的冷漠根本没有人想要靠近你。滑板的碰撞打破了这种冰冷，穿梭在城市之间，擦肩而过，邂逅相遇。只有碰撞，才能感受相互的温度，感受彼此的存在。我们总是躲在冰冷的建筑物后面，滑板让我发现生活之美，感受身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角落。